闽南话，满腔怒火，应该怎样讲，怎样写？鬼八会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满腔怒火，整个肚子都是火，表示非常生气。大拜听伊讲话，我拢会鬼八会。每次听他讲话，我都会满腔怒火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